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多谢。致辞一结束，柯文哲一个闪身走下台，侯友宜从另一侧上台，两人完美错过，零互动。倒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，就算原本和侯友宜中间隔一位国民党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卢，也要跨越一切距离，不要让侯友宜太寂寞。侯柯互动会冷冰冰，不只是因为两人因为捷运谁盖的撕破脸，柯文哲还揶揄说侯侯有三种，因为九位共识变宪法九二，有听没有懂。柯文哲不懂中华民国宪法，我准备送他一本叫科书，柯文哲并没有一项清楚的。哎，那何事跟我讲呢？侯友宜酸度爆表，把炮火都集中在民调第二的柯文哲。民调跟股票一样哦，每天高高低低的，后来是一样。把公司治理做好，而不是每天去盯那个股价，每天看股价会精神耗弱了。昔日双北共好，如今不留情面。侯友宜一面得在民调上超柯赶赖，还得整合郭台铭。一度传出郭台铭也要出席指南宫大典，甚至还派人员敞刊。那应该邀请的话，他如果有讲的话，就是应该是有了哈。但是那个因为邀请函发了很多哈，会觉得很可惜，今天没有邀请。我们都会不断的，大家共同面对挑战，努力的聚集在一起。台湾就这么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与人之间不用说啊，有什么那个，我觉得这样，大家为台湾好嘛，这样就好了。快乐过日子啊，那敢过。宗教活动牵扯政治恩怨情仇，神仙也难救。进新闻纵报，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